南投文泉街今仔日由北港溪温泉首先来展开，综合着原住民甲客家风情为重点的北港溪温泉，除了有由一个碳酸氢钠温泉池吸引游客以外，也配合着邻近观光产业推出优惠的促销方案，游客嘛有真侪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优点会当来选择。南投县长李明进嘛诚恳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南投三大温泉区旅游泡温泉。请点。南投县长林明进、立委马文君、县议员林芳怡、柯美玲等贵宾共同点滴光炮，宣告南投温泉季第一站北港溪温泉季正式开始。由森巴古队带领，伫充满绿意的北港溪温泉区游行。北港溪、玻璃地溪窟啊，甲信义东埔、南投三大温泉区，优质温泉热情向全国游客招手。三个区的温泉啊，水质啊。温泉的水质都相当的优良，都是属于碳酸氢钠的，不但可以休闲，对身体健康又有帮助的。我们全国的国人多利用休息的时间，多提倡到我们南投县来做旅游，来这边泡温泉，来享受啊。大自然的风光，弄家己无同款的特色甲景点，啊，会使用安尼来做串联吼。除了泡温泉以外，还佫有真侪好食的物件，还佫有真侪好耍的景点。我相信拢会伫这相关的活动内面，同齐甲串联，同齐甲结合起来。北港溪温泉季开幕第一天，吸引袂少游客前来参加一场盛会。有的是内行人，有的游客更是慕名前来。那温泉季啊，哎呀，我倒来看。泡过温泉无？哈，有啊，捌啦，捌啦。感觉温泉很好啊，歹？袂歹啊，好啊，赞啊。安怎讲好？哈，安怎讲好？都舒服就好，爱跑的人拢好。做一做不错，感觉比三六九应当有另外别有一番风味了。那觉得这边温泉怎么样？温泉哦，我还没有去洗，很想去尝试一下。等未赴的游客已经先跳入温泉池内底，体验北港溪优质的温泉水，享受难得的舒适假日。主办单位表示，北港溪温泉区对国道六号国盛交流道桥上云天美景开始，会当一路升到惠顺那场，绝对让大家升到非常爽快。我们可以一路从我们的桥上云天到我们国姓乡来品尝咖啡以及咖啡的体验，甚至到我们的糯米桥来欣赏我们古迹之美。那再来到我们的泰雅度假村来泡温泉住宿，或是可以一路玩到我们的仁爱乡的部落川中岛清流部落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导览以及我们的猎人教室，最远可以到我们的惠顺林场来体验我们的生态之美。北港溪温泉区有好山好水，有客家甲原住民文化产业。温泉季期间，沿线观光产业也配合推出非常多优惠促销方案，爱泡温泉的民众都爱把握机会。记者王昭信采访报道。